桃花枝，几彩一乐三郎云人天干马子梦幻所断飞翠看马红哦哦哦哦哦哦哦银斑那声三马三马冲他无都安可乱糟乱贪魔强为此呀命会经我为斑那欲家人的病那方心又安，问娇你曾否服安康复安康啊？你问我，你点啊？太苦衷满怀何行得娇妻美如
你泪偷呼呼呼呼呼正是花红又偏逢过了一地风哪雨过你这个苦还命妻儿逢我这个苦还命啊正是因你爱难求我那位前无量唯有低声叹埋怨怨一句天啊庭娟声啊啼冤何堪你个病苦妻娘家有了恐怕是你是亲啊一定更多不那量苦杀我孝啊亲啊为重都无计息哟与你莲香唯有先令他安眠影后前静静之回家和
呀，妻你呢种堪怜嘅病态，早应休养在雅床。为丈夫自当陪坐床前，为你低睡那罗帐好吗？请全体演员上台谢幕。中国戏曲将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用艺术的形式进行了演绎，它把无限丰富的生活内容凝练成极为有限的舞台形象，把实境升华为意境，让观众见一叶而知秋。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今天的所有演员。2021粤戏精彩广东省地方戏曲传统折子戏展演的第三场演出到此结束，我们明天见，再见。